题目是摩伊拉那翁里，摩伊拉不只是，摩伊拉不只是什么东西呢？我是忘记自我介绍，我是帽子 DM 的 Irving。好，那摩伊拉不只是什么？摩伊拉不只是 Firefox 而已啊，摩伊拉也不只是 Thunderbird， 摩伊拉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那摩伊拉是为了要促进网络开放的，摩伊拉要保护使用者的安全，所以我们有两个新的专案，就是目前有两个新的专案，一个是 Browser ID 是拿来登录网站用的。那一个是 collusion， 是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如果在 Firefox 里面装了 collusion， 就可以看到说你之前去过哪些网站，那些网站它又有哪些网站在追踪那些网站的行踪，然后就到最后就变成很多人在追踪你，就会看到那个状况。那等我等一下光速讲完之后还有时间，我就 demo 给大家看。好，摩伊拉是一群就是相信就是认同摩伊拉的人所组成的，对啊，很多人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最黄的那一个，就唯一一个黄色的不太清楚，就是大光。摩伊拉是一个全球社群，对啊，我们在南极也有一个社群，是真正的全球社群。那摩伊拉它有它的现在的，它有一个新的目标是要打造，就是一个一整个世代的网络制造者，网络建构者啊，就是 Waymaker， 是刚刚那个Jim讲的那个专案。好，那摩伊拉它现在，他把网络当作是原生的平台，对，所以我们有一个那个手机，就是 Bluetooth Gecko 手机嘛，那还有 Firefox Mobile， 就是这其实是就是新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摩伊拉有满满的就是 innovation， 就很多奇奇怪怪的专案啊，就是大家看剧组在介绍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很奇怪专案的嘛，什么影片的爆米花呀，然后什么那个 Hexaurus 啊，就让你每次去改人家网络的网站的画面啊，然后改完网站的画面之后，你还可以把那网址丢出去骗人家，这是很奇怪的专案，对啊。好，那摩伊拉其实就是为了要打造一个更好的网路，对啊，那就加入我们吧，那跟我们一起把网路推进。那我们是摩伊拉台湾 community， 就是 MOTTW， 对啊，跟刚刚的赞助商不同的地方，我们社群他们是公司，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对啊。那好，就这样子，感谢大家。还有两分钟哎，顺便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的活动。Live demo 哦，对，忘记了。我说我 live demo 什么东西啊？我没看。哦，collusion。好，这是collusion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就点进去之后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点啊。那这些点就是我去过的所有网站，还有正在追踪我的行踪的所有网站，就是反正一个 net。像是我在 Facebook， 我去了 Facebook， 然后 Facebook 就旁边就很多连线嘛，啊，连线连到的地方就表示说这些网站其实就是 Facebook 在追踪我在这些网站所做的事情。像是我在右上角 SlideShare， 像这个 IP Home 好了，我在 IP Home 嘛，我按赞，所以 Facebook 就会知道我在干嘛，对吧，啊？就这样子。然后你如果装下去，它就一开始录你的每天的网路在网上面做些什么事情，被谁追踪的那个的记录，对吧，啊？那接下来就是你就每次可以来看看说你我上个 IP Home 就被 Facebook 追踪了，这样子，对吧。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要唤醒大家就是对网络隐私的一个注重的一个套件。好，Live Demo 完了。